大家好，我是闪亮的浪子，然后我在队伍里面担任箭头。这次线下赛我们队伍做得好的地方是我们平常在团练上其实已经做得更好了，就是我们的细节已经做到最好了，所以我们这次的名次其实也没有做到不好。那不好的地方就是还是有很多个人失误，还可以再做修正。这次击杀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比较保守，以名次为主。这一次比赛有什么地方做得比较好？其实我们现在这次比赛第一天就是有两场那种后期会战没有处理很好，不然的话那两场拿下来现在就第一名。两三场关键局。闪电狼加油！闪电狼加油！